师公，修营大寨怕是守不住了。齐月师公，东城门与西城门俱备大兵攻占。师傅，北城门完全失守，东道附近及副将已经攻入城内。既然他们想鱼死网破，成全他们，召集所有人马去火药库集结。是。师傅，你去找西蒙，无论如何送他出城。师傅，快走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东道府大军攻城了，圣公发了信号，让所有弟兄到火药库集结。怎么偏偏赶在这个时候？行，快去集结兄弟们。是。西瓜，圣公让你去火药库是想玉石俱焚，连城守不住了，别去送死。那我也得去，我得去救圣公。快快，黑们，把火药车搬出来，跟他们拼了！ 怎么这么多动啊，圣公，还是口都被堵死了。大哥，这火药都用不得了。放心来，你护好宁军师，他不上午，你保护好他。不管遇到任何事，想办法送他出城。是。圣公怎么样？圣公有令，把刀用所有弟兄，护送刘西瓜出城，不得延误。是。老夫的人马上进城，我不能让你出事。你放开我！西瓜，整个临安城人手就这么多了，圣公是让我护住你们，我必须带你走。那是我叔叔，我必须要救他。刘西瓜，带他走。 放心。 圣公，快走！我宰了你！东道夫，我宰了你！啊！
贼方天雷，押往武都后山。是。待着别动，说那是何人？放心放心，黑火药只要泡了水就没办法再用了，这些还有那些全都进了水，还有什么办法呀？是啊，这雨下的方天雷没了火药可用，但咱们也没得使了呀。是啊，龙姑娘，外面暂时安全，快走吧。外面安全了，快走，大家快走。你别害怕，不取你性命，只是占用下你的地方，绑好就带走。是。你们俩是上不了的。师娘都安顿好了。没错，喜宴过后，申公便让我们护送着娘娘从南城门乔庄出城。我把娘娘安顿在临安城远郊的一处寨子里，留了护卫伺候着，不会有人发现她的身份。放心吧。这么看来，师父早就料到了东道府会攻城，可是既然早就料到了，为何只是下了一场雨的功夫，就一场雨而已，怎么就败了？还有那南城门的守军怎么就轻易放行了？这临安的雨也太多了些，又下上了。是，这雨也来得太快了。临安这一仗，怎么我也是要帮他打赢的。那要打不赢，不可能，不会是他的。西瓜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。你是不是担心申公的安危？你放心，师娘都安顿好了。师父的，师父他也会平安的。我们为什么会败呢？
是迷真丝的人，对吗？对。你知道我爹是怎么死的吗？
罗姑娘，马车装的太多了，要不然这张破文书就不要了吧。这是鲍大人之前绘制地图，上面绘制着武城各处绿林好汉的藏身之所。留着。是。来，装车。董道府清剿八营贼寇，生擒贼首方天雷，临安重获太平。将军，城中各处贼寇已尽数被我等剿灭俘虏，贼首方天雷已被擒，现押入在大牢之中。待我检查完火药跟武器，便可以挥师回朝。好，那火药如何了？多亏了这次防御的内衬，两斗中的黑火药跟弹火都保存完好无损。真的是太妙了。爹，咱这首富梦就做了一天了。哎，要不你先去问唐二借上三十文，咱们先把那馒头钱还了。我可不去，太丢人了。那当时咱们可是报了江宁苏家名字号了，这要传出去得多丢人呢。那要去咱俩一块去。我还支持不了你了是吧？参见董将军，指挥使大人。不必拘礼，你们忙吧。诸位将士们，这几位便是拯救了临安城的大英雄。哎呦呦，别，我千万别这么叫啊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是是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叫我们大侠就可以了。古来皆赞武侠勇，今日当称文侠好。对，我们就为了这事儿，连宁兄的婚席都没吃上。是啊是啊是啊。啊，忙去吧，将军。来，你看匾额都挂上了。武德营，好。武朝大军进来之后啊，现在临安城的治安和秩序基本已经恢复了。宁老弟，这么说来，你这一大家子就住在贼寇的眼皮子底下，居然能够相安无事，最后居然想出一个瞒天过海之计骗过他们，助破城。是。如此想来，确实是不可思议。轰开城门之时，我心中确有几分忐忑。之前陆姑娘说你们在围攻火药库之时失败，身份险些暴露，今日行动有几分把握，我心中确实无底。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秦老，托付之。将军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我的夫人苏檀儿。檀儿，这位是董将军。见过董将军。嗯，小婵姑娘在这次战役当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是是是，这四位英雄您刚才也见过了，他们和我一样
也都是赘婿。哎，赘婿啊，我明白。陆姑娘啊，不仅是密针司的精锐，更是我的武学老师。惭愧，要没有陆姑娘，这次不知道要死几次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无奈该介绍的不该介绍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。董将军，您的时间宝贵啊。好，诸位英雄，我也见过，只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你们只有区区十人，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？那说来就话长了，要从任务的最开始说起。空的，中埋伏了，走。那一次我们本已计划好了一切，却扑了个空。后来我们推测方天雷在遭到刺杀后，便安排将所有火药和武器转移了。我即刻以圣公之名令你二人完婚，婚典后天举行。我因为杀掉贼寇的大统领鲍文翰，阴差阳错下被当庭赐婚给了刘西瓜。当时距离秦老给的破城期限只有三天，我深知方天雷不会信任我，赐婚一定另有所图，所以只能将计就计。我让师父跟踪方天雷负责火药库的手下郑彪，发现他们竟然将火药藏在了那个粮仓之中。怎么样？火药数量太多，目标也太大，仅凭我们几个人无法转移出去。我便和夫人商量了一个计划。娘子，这是贼寇用来存放火药的粮斗，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些防水内衬，要求是内衬要和粮斗的内壁严丝合缝，确保每一斗火药哪怕是浸在水里也不会失效。嗯嗯，说完了？完了。这么简单？不简单啊，娘子，事关重大，你可不能有半点马虎。黑火药遇水就会失效，如果这些火药失效了，那可影响到我五朝百姓的安危啊。我知道，那即使这样还是很简单啊。不信我们打一个赌，如果失了一箱火药，从今往后干都是我来做。娘子，我信任你。最近我们要赶一个工，现在我就教大家做防水布，这是配方，你们传阅一下。原料相关的在云英县，你们检查的仔细一些，涂料刷的再厚一些。方天雷邀请了八营全部的人前来婚典贺喜，就是为了引我向外传递信息，城防空虚，可利用这个机会攻城。但实际上当晚是暗度陈仓的好机会，我让他们趁着婚典之际值守空虚，借换防的机会带着防水内衬进入粮仓，将每个粮食斗中垫上内衬，再捅破屋顶。慢点爹，慢点慢点、哎、小心点爹。哎呀，这几个数字太不仗义了，一点儿不懂得尊老，也不懂爱幼。儿啊，认清楚现实，你这都一大把年纪了，爱幼这个词儿跟你怕是不甚贴近了。爹爹，我在你心里永远是个孩子。哎，那这里实在太危险了，速战速决。哎，甚好甚好。哦，爹，拿住啊！哎，哎，爹。哦，对了，高兄，哎，宁兄特意嘱咐过啊，门口那几箱千万别铺防水布。放心吧，我记着呢。爹，抓住我，抓住我，爹！哎呀！啊啊！大雨一来，便造成了水淹的假象。
房顶上怎么这么多洞啊？少公，排水口都被堵死了。方天雷以为火药被水浸透，无法使用，还未来得及仔细检查，董将军就攻入粮仓，他只能与董将军背水一战。哎呀，董将军，方才没有介绍我二人，吾乃苏家二房老爷苏仲堪，这位是犬子文星，吾二人便是想出此绝等妙计之人呐。不仅如此，我们曾经还尝试过此法的可行性，屡试不爽，万无一失。是啊是啊。你们还好意思说，终于承认了是吧？当时就是因为你们让小姐损失了一整个仓库的木鱼沙，还险些耽搁了布行开业，得亏了姑爷。哎，小婵，这么说就能见外了。对呀、啊，这都过去多久了？婵儿要敞开心胸吧。是是。二叔和哥哥能将此计活用于此，也算是将功补过了。婵儿说的甚是啊！对呀、啊，哎呀，将军，见笑，见笑，见笑。之后陆姑娘让我雨落攻城，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何要雨落之后才攻城？现在明白，宁兄是利用昏点之势来保护军需火药。是啊，只有这样，方天雷才能觉得自己优势尽失，才会与将军拼死一搏呀。密真司得你指挥，乃我五朝之幸。将军过奖了。陆姑娘，此前在俘虏名册中未见提及贼寇一女之事。是，他手下的霸刀营一直颇具侠义之风，为人正直，更是不乏爱民之心。密真司正在考虑招安。哦，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可以规劝他为密真司效力，那当然是极好的。只是他乃贼寇一女，唯恐横生祸事。董将军放心，此事我定真办到底。方天雷，董道府，你要还想从我嘴里问出点什么，我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。我只是尽一份同袍的情谊，别无他意，其他的事情自会有人问你。你信不信我撕了你！你这个狗贼！我问你，你把西瓜怎样了？他现在身在何处？霸刀营都还在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在深山之中了。你心安了？我今天来此是要问你几个问题。巧了。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这次攻打临安是不是有人受益？是。那你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拖延大军北上？是。哎，你是怎么算出来今早会突降暴雨的？算，我确实没有这个能耐。临安本就多雨，我只是在等，等，等雨来，以雨为令，攻破临安。这是天要灭我呀！最后一个问题，方天雷，指使你阻拦大军北上的人是谁？你这个问题，董道府也问我，我的答案还是那个，我若不告诉你，你又能奈我何呀？走吧，宁毅，
这个事儿的答案你永远不可能知道。等雨来，妙啊！哎。快去！是。大将军董道甫吞并临安，城外城内密侦司里应外合，总指挥使宁立恒施以巧计，致贼首方天雷未能启用火药，保下临安百姓，安赢得破城时机，于景汉五年9月19收复临安，生擒贼首方天雷。太师，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我认为方天雷如果进了京城，会给您带来麻烦。要不要我派人在路上就把他给？用不着。临安城一破，方天雷就是一枚弃子，能翻起多大的浪？任他去吧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贺太师，陛下想见你。圣上敕令董道甫领兵100000南下，夜已收复临安，平定贼祸，首恶方天雷及其余部均缉拿在案，不日诛伏，普天同庆，万众归心。甚好，甚好啊！上苍保佑啊！太好了，如今相公身体大好，唐儿和姑爷马上就回来了，我这就去庙里还愿去。你还不在家好好待着，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到家了啊。也对也对啊，那我去准备点他们爱拆喝的，一会儿给他们接风洗尘。好好好好，走。给你看，都是咱家的不好。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哎，快看，竹记饭庄第八分店。这一转眼之间，竟开了这么多家店。哎呀，我真是没想到，咱们竟然能活着回来。哎呀，别说，我还真是有点想我的娘子了。以前吵吵架、挨打的日子多好，我竟然不懂得珍惜。也不知道我家娘子现在身体如何。咱们出去那么久，也没备份礼物。生为人夫君，富贵未相思，如今你活着回来，未曾缺胳膊断腿，就是给他娘子最大的礼物了。什么叫可以呀？啊，这去了一趟临安，对男女之情的见解升华了。经历过生死的人，对尘世间的看法总会有些变化。干嘛？我觉得我们还在做梦。闭嘴！老太公，小姐与姑爷他们回来了，好极，好极呀！哎呀，走！哎呀，
可想死你们了，日日夜夜盼你们，终于把你们给盼回来了。路上有没有受苦啊？没有。路上有没有受伤啊？祖父，好着呢，没事儿。吃得好吗？别担心。爹，祖父，祖父，爹，爹。几时有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。岂无能轻盈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第七壶，照无眠。今又何，何时长向便是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